迎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进到神的帐幕里，要来敬拜他，他是蛮有能力的神。阿们吗？阿们。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永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永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海的神忧郁。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我们来宣告，在我们里面的是基督的能力。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次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权柄在我们的身上掌权，在我们生命中为主为王。也深知道他细腻到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情况，
们内心的光景，我们一切的需要，现在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体会他细腻的恩典，救恩中的能力。没有人像我们的神一样爱我们至深至细。主，我们谢谢你。守护着在你怀里的
宣告耶稣之名，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
会害怕，会孤单，主啊，会觉得无助，会觉得担心，主啊，有好多的势力是我们胜不过的，有好多的困难是我们胜不过的，但耶稣，无人能像你，你都知道，你都了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在我们孤单无助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是你给我们平安，是你应许我们说高墙必倒塌，是你应许我们说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医治的神，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情，哈利路亚，在我们是不能，我们好无助，我们好担心，但主啊，你不断的鼓励我们，你不断的告诉我们，你也把信心给我们，让我们真实经历到你是全能，你要把平安给我们，你说仰望你的必不致羞愧，仰望你的必不致羞愧，那些仰望你的必不致羞愧，哈利路亚，仰望你
的，你必不至羞愧。主啊，有时候我们担心我们会蒙羞，我们害怕，但是你说仰望你的必不至羞愧，他们的脸上必有光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扶持我们，你坚固我们，你抱抱我们，就在我们伤心的时候你就安慰我们，你就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失去我们害怕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谢谢你不断地把信心给我们，不断地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你还要把受安慰的心给我们，让我们一次一次我们的心受安慰，我们的心就越来越老练，知道患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盼望，以至于在患难中我们也是经历你的同在，你的安慰，我们也是仰望依靠你，我们就不致动摇。谢谢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有祷告服事，我们请我们祷告服事的同工到台前来，你有任何的需要你都可以来到台前，来经历上帝的安慰，上帝的释放，上帝的祝福。今天早晨在身体的部分，我们特别领受到有一些人因为你最近的压力很大，你常常而且你的休息是不够的，神要来帮助你过安息日，来休息，来放松，以至于你的肩颈常常很紧绷，的肩颈是紧绷的。我们也领受到我们当中有些人好像你的支气管喉咙最近常常不舒服，鼻子各方面支气管方面，或是头会头痛，头不舒服，头肿胀。我们也领受到有些肠子粘连的问题，或是眼睛会不舒服，干痒，或是晕眩，不管是高血压或低血压的晕眩，各样的晕眩，或是你会有胃食道逆流，甚至你会觉得恶心，有些人是下背酸痛，或是头痛，耳朵会有不适，或是你在内脏方面五脏六腑当中，好像我们感受到有人在五脏六腑里面不晓得是哪个器官，好像你有一些的状况，你都可以来接受祷告服事，我们的同工要来为你祝福和宣告。那在处境方面，我们领受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家人们，其实你心里面非常渴慕生命的道，就是渴慕上帝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蒙福的生命，但是很多时候因着一些的挫折，特别在人际关系的挫败打击当中，你就会觉得挫折，甚至会自我控告，甚至当这样的时候，你总是就会退回到一些的习惯性的依赖，可能你就会退到网络的游戏或是影片，借着这个来安慰自己，那成为你的一个习惯，一个依赖。神知道，神要来安慰你，在你的挫折中，神要来安慰你，神与你同在，神要来带领你走出这个舒适圈，神要来带领你走出那个禁锢，是你不想要的。神要来鼓励你，帮助你，神要跟你说，那些打击，那些自我挫败，那些控告，都不是从神来的。神的爱要充满你，在你觉得挫折伤心难过的时候，神就要来安慰你，神要牵着你走进人群当中，神要牵着你带领你成长，走进那蒙福的人生里面，虽然需要一段过程，但是神会来安慰你，牵引你。我们也领受到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好像常常会陷入到困惑，甚至在自我怀疑，以至于你好像那个信心就卡住了，你没有办法来仰望神，你心里面常常就是会被困惑，被怀疑抓住。神他要来光照你，神他要赐下他的真理，神要带领你要赐给你一个鸽子眼来到他的面前，神要安慰你，神要释放你脱离这些困惑，神要来帮助你来到他的面前，神要发出亮光来引导你，你会从他领受神的心意，使你不再困惑。我们也领受到在亲密关系里面夫妻或是伴侣的关系里面，有时候你会因为被误会而觉得那个沟通不顺畅，特别我们感受到好像有一个忧伤的心在这个里面，就是你觉得好像那个感觉到受伤，感觉到关系里面的那个受伤，你的自尊受伤，以至于你就变得很刚硬，你就掩耳不听，
你的配偶、你的、男女朋友给你的话，因为你就刚硬了。神说、是他了解你的忧伤，他了解你的自尊受伤，他了解你的挫败，他了解你的无助。神要来安慰你，神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神会来带领你们有一个调和，有一个恢复，有一个好的沟通、首先是神要来安慰你，神要来医治你。我们也领受到我们当中有些人好像在最近你特别常常在一个很大的压力里面，会感到紧张不安，好像、似乎好像神要来、打开你心里面，你就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个压抑好像好多的情绪压在里面、都被封闭住了。但是神，我们看到好像那个排水管那个盖子被打开了，神要来释放你的情绪，神要来释放你压抑在里面很多很多的情绪，你把自己封闭起来的神都知道，神要来释放你，神要让、新鲜的空气进来，神要来释放你进入他的自由，神了解你一切的感受，一切的压力，一切的不安，神要来释放你，你可以在神面前，神要来抱抱你，神要来安慰你，神要来医治你，神也要来恢复你，甚至神也要将他的灵充满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你会经历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清醒跟自由，也会经历到你可以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并不可怕，而且会被承接得住，神要来祝福。我只想要宣告耶稣之名，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着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我只想主，我们谢谢你，天窗已经为我们打开，神你的作为要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勇敢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说，主啊，我要。谢谢主，你的作为就要临到我们的身上，赞美你，因为你就是全能，你的名是全能，你的名是医治，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今黑暗眺望
兄姐妹，我今天有一个感动，神说他坐在宝座上，神说在洪水泛滥之时，他仍然坐着为王。我们在洪水之下受波动，但是神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神定要祝福我们，神必然为我们征战，神要使高墙倒塌，神要医治我们，神要赐下美好的关系，神要带领我们经历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能力。神已发命，必然成就。不管你现在的感受如何，因为我们在洪水之下，所以我们会受波涛汹涌，但是神坐在宝座上，意思就是神统管万有，他是掌权的神，好不好？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来为我们的家祝福，我们就来为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就来为我们的处境祝福，说神谢谢你必然为我征战，谢谢你必然自己下平安，谢谢你必然叫高墙倒塌，谢谢你必然赐下平安的道路，因为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你仍然坐在宝座上，你坐王掌权直到永远。哦，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来赞美他。不因为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在洪水之下会有感觉，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在洪水之上的神，哈利路亚，在坐在宝座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定义来祝福，我们可以定义来宣告，我们可以定义来相信。谢谢神要祝福我们家庭有美好的关系，夫妻有美好的关系，亲子有美好的关系，神必给我们智慧聪明，神也必给我们信心恩典和能力，哈利路亚，都因着爱我们的主，都归给荣耀宝座上的神，叫神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一切的称赞，是因着他丰盛的恩典和荣耀。哈利路亚，拍掌把荣耀归给神，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所信靠的是不受洪水波涛汹涌，在洪水之上仍坐着为王的神，他统管一切，执掌王权，他定义施恩怜悯我们。谢谢爱我们的神，怜悯我们的神，收纳我们做他儿女的神，我们以我们的神为荣，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阿们。好，请坐，好，请坐。我们有没有欢迎